念哀怨里面，我也顺便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能够来祝福他们夫妻，也为这哀怨来献上这感恩，好不好？你们夫妻先站起来，我要为你们先做一个祝福的祷告。那我相信呢，赐福于我们的神呢，会更大的赐福于他们夫妻。哈利路亚！来，我们一起的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满心的感谢，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而你所的，你所借了的，没有人能够分开。感谢你的爱，也感谢你洁净的饮食，让我们能够在你的爱里一起的用餐，来分享他们的喜乐。我们献上这感恩，再次的感谢你洁净的饮食，让我们吃的都有健康的身体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我女儿的这个婚礼，大家今天尽情而归，然后不醉不归，也祝福我的女儿王佩颖和她的丈夫刘伟翔，祝他们白头偕老。然后呢，更重要的就是相敬如宾，然后长长久久，然后祝福他们能够就是恩爱到永久。其实婚姻很简单，坚持就对了。谢谢，谢谢大家来到，谢谢今晚，大家辛苦了，大家有些真的是很远而来的，就是坐飞机的，坐船的，坐车的，踏脚车的，走路的，都是呢。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婚礼，然后呢也辛苦大家了，谢谢，感恩。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新郎官刘伟翔 ，OK， 然后首先就是很感谢大家来到我的婚礼，然后感谢大家的出席 ，OK， 然后我要一一感谢 ，OK，
第一一定是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啊，把我培育成这样大智的人，谢谢。然后当然也要同时感谢佩颖的爸爸妈妈，啊，生了这么可爱的女儿。下去，然后亲朋戚友，从远道而来的亲朋戚友，有来自沈冈曼的姐夫，来自沙巴的哥哥，来自各个地方的亲朋戚友啦，当然还有我的兄弟团，耶，还有我的同事，耶，就这样，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，Thank you。他没有搞。我有准备了，是在今天特别重要日子里面，就要讲一点话哦。今天是9月22号，就是我的生日，谢谢大家。OK， 就是谢谢我的爸爸妈妈把我在04年的这一天生下来。然后把我带到来这个世界上，就是我成长的路上可能过我比较辛苦一点，因为我比较顽皮，然后让我成长在温暖幸福的家庭长大，然后谢谢你们的无私奉献，然后也谢谢你们让我健康快乐的成长，然后就是。我也没有想到我会这样快结婚啊。你哦，对，就是没有想到这样快结婚，太突然。对，然后就是我今天就要正式成为人妻 ，Oh my god， 人妻耶！就是以后我也会带着你们的爱延续下去，然后。像你们这样，让我孩子也会在一个幸福家庭的环境下成长。我们家里多了一个儿子，开心吗？然后，平时我不会讲这些话，可是今天在这样重要的日子，一定要讲一点点的嘛，是不是？然后，虽然我每次不会讲歪理，可是我是。真的很爱你们的，只是我不会讲话，可是今天我有写稿，所以我会讲。然后就是我永远是你们最贴心的宝贝女儿，然后未来也会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等着做阿公阿嬷 ，OK 。然后阿嬷，这个孙媳妇好不？鸭仔什么？孙仔好不？会使不？这个会使啊？会使哦，讲就会使啊。然后就是阿嬷是以前我从小顾到我大了，所以。哎呦，如果阿妈讲啊，那天昨天哎，刚刚早上阿妈讲，哎呦，这样大了哦，要嫁人了哦，很健快哦。可是我没有哭啦，早上我不会哭，很美的早上我觉得。哎，阿公阿妈，谢谢你们。OK， 然后就是
的加工加工，一定要的嘛。然后就是你看我讲正常，哪一点点到？然后就是我的家公家婆，谢谢你们培养这个江大色的儿子，然后让他那个健康快乐的长大。然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儿子，也是你们彼此相爱才会教育了一个又孝顺又懂事又爱我的老公给我，谢谢你们。然后请你们放心，我以后会跟他好好的相处，会一直把你们对他的爱延续下去。然后从今天开始我有两个妈妈两个爸爸，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当人家的儿媳妇，请你们多关照，我爱你们，谢谢你们。很辛苦啊，终于啊，还没有还没有，还有一个，当然是你啊，一定要吧，可以，这要深情对望一下，哎，推我们一点啊。我最重要的爱人也是今天的主角，不会少你的。喂，听好了呀，我亲爱的刘伟翔先生你好，今天是我们的大喜日子，也将会是我们特别难忘的日子。四年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完全没有想过会嫁给你，因为我还是不懂懵懵懂懂的小女孩。 但是你在我成长的这个过程中，你教会了我很多很多东西，然后跟你在一起真的很舒服也很开心。然后跟你在一起也不仅仅是爱，也不仅仅是喜欢，而是你教会我接纳很多东西，好和不好的东西。当然每天都会吵架，没有每天啦，就是偶尔还是会吵架的，只是你都是会先跟我道歉的那一个。当然我知道我也有错，可是我就是不想要跟你讲说这些。然后就是我希望在我们这个感情里面，我们可以珍惜彼此，珍惜当下，珍惜所有的人事物。最后我觉得我特别骄傲的是，这四年里面我们从未讲过放弃彼此，然后我们也会讲我们几时才会到结婚的那一步，可是没有想到这么快耶。然后我希望我们可以未来日子里面继续恩恩爱爱，可可爱爱到老。我也想送你一句话，希望未来的生活里我们都能够一直牢记着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从今往后你就是我的家，你在哪里我家就在哪里，我爱你我的老公，往后余生请多指教。讲嘟嘟，我讲嘟嘟。然后在座的各位还没有讲到，这边也是要谢谢在座的各位听我讲了一些很肉麻的话啦，谢谢谢谢谢谢大家。然后也谢谢大家在今天抽空出席我的婚礼，很多很多我的朋友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新加坡的在哪里？新加坡，从新加坡来呀、啊！啊，新加坡很多很多，新加坡还有拉比斯，拉比斯在哪里？拉比斯。
还有 KL 的很多，全部都是在外面做工哦，只是他们抽空了两天来出席我的婚礼。然后也谢谢各位在座的亲戚朋友们的出席，谢谢你们来见证我们幸福的时刻。我希望我们的幸福能够传递给大家，大家吃喝玩乐不醉不归。谢谢，今天是我讲过最多话的一次，所以大掌声可以大声一点吗？哎，谢谢大家。然后还有，今天最重要的人，没有他我就不能够出场，没有他这场婚礼就不能够顺利进行，没有他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完美的婚礼，就是我们的 MC Bryan。 对，我跟你讲，他真的是全能来过。 OK， 早上，就是讲一点点的小故事啦。早上就是他，我没有看到他的时候我很怕迟到的嘛，就是他真的是把所有东西 plan 好，所有东西做好给我们，我们真的是不用操心很多。哇，真的是太好了哈，谢谢 MC Bryan。 然后今天的婚礼，我就在没搞不了，他就自己安排，然后我还有知道一点点，他也是讲我会 stand by 的，你 OK 的，你慢慢来，不要紧张，今天是你的日子，你放心交给我。哇，我的心整个就是安心的，所以我一看到他我就讲，哇，安全感来了，哇，安全感来了。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棒的主持人，我们大家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？ OK， 谢谢大家，我的话到这里结束，你们应该不会再看到我讲这么多话了，谢谢。哇，今天是我们新娘的生日，也是她的大喜之日，让我们一起唱生日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好，我们一起说，对我们的新娘说上生日快乐，准备三二一，长大一岁哦，老公可要好好的宠爱她，老公可要很好好的保护她，非常棒。好，掌声鼓励。